老徐，你也来了。您出洋这件，不也是我送您上的？是啊。大哥，仲明。大哥。哎呀，婉欣，你都成了大人了吗？爹，伯涵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是。哎，景轩，叫爸爸，叫啊。真真。 不认得爸爸啊！真真叫啊叫！你看，爸爸给你带个什么来？哎，谢谢你。真真叫爸爸叫啊叫！就是张伯韩呐。婉欣，大年呢？大概他叫车去了吧？哎，这不来了。 啊，表弟，你好啊！洛阳辛苦了啊，大年表哥你好啊！好，哎，舅舅，那就让表弟回家歇着吧。对对，钟明啊，你给你大哥雇辆黄布车去吧。哎，好，啊不，我已经雇好了汽车了，舅舅。汽车？哎，舅舅，您上吧。不，我坐不惯。 我怕头昏啊，那表弟，你请吧。好，景轩你先上吧。好，表妹请吧。你坐吧，表哥。干嘛跟我客气呀？哎，你就坐前面吧。啊，哎，好。 钱我明天给你送来。嗯，好嘞。这货什么时候到呢？走啊，嗯，走。走。好了，咱们上个月的账清了，你再替我找二十箱爱国牌蓝布，最好在10天以内啊给我送去。好了，好了。大少爷啊，齐鲁红茶呢？好。
这是我们厂的商标啊，有几张是新牌子啊，最吃香的是这个爱国牌蓝布，现在没人不知道。爹，我们现在还是连一间厂房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们还是包了几家小布厂出的货，染布也是交给人家代染的，这样开销省，风险小。现在牌子做出去了，赚钱是稳的。可这不能算是办厂了，爹。办厂可不容易啊，这两年日本纱厂把中国厂都挤得差不多没路走了。你知道不？多少办厂的人都看着我们眼红呢。我爹来了。亲家，普全哥，岳父。我还没到码头上去接，实在叫没法子。岳父您太客气了。普全哥，这儿坐。你厂里的事怎么样了？完了，亲家。资产倒挂，法院和银行今天派人来了，决定停业清算。唉，十几年的心血落得这么个下场。爹，这怎么会的？您的厂规模不小啊。这几年你在外国，不明白我们这行的难处。时事不太平，市面不景气，日本纱厂逼得凶。三年前我逼得没有办法，向中国银行做了厂基压款，财产对折股价，背的还是一分一的利息。明明是个贱人坑，可你就不能不往下跳？请天，姓宗的，请您跟我吃饭。奇怪，无亲无故的，他一个劲儿要跟我见面。宗一春，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宗一春，这个人跟日本人有关系，可得当心呐，他找上你们不会有好事的。那怎么办呢？亲家，这顿饭不好吃啊。你回到他吧。那我打个电话去吧。哎，别回掉，让他加发一份请帖，我跟你们一块儿去。来来来，咱们干这一杯。今天请各位赏光，是为了谈一笔买卖。这个买卖很特别，要请各位多多帮忙啊。请吩咐吧，宗先生。是这样，我想买你们一张商标，爱国牌的。是你要买？别管谁买啊，反正有人能出大价钱。做买卖无非是为了赚钱呢，对不对啊？宗先生，我们打出这张牌子来也不容易呀。我知道，抵制日货是许多厂家和买卖人都吃了大亏啊。你们很幸运，闯出一张爱国牌。放心吧，张老板，我出的价钱够你受用一辈子的，连子孙都花不完呐。可是有一个条件，请你把大光明染织厂的招牌收掉。您的意思是要我们关厂？是摘招牌。小老板，你当然明白，大光明叫名是个厂，可是钉子没有一枚，机器没有一台。我姓宗的担保，买卖由你们做的，我可以介绍你们给日本厂家做批发。谢谢宗先生，您替我们想得很周到。爹，我们该走了。哎，别生气啊，伯韩兄，咱们都是中国人呢，谁还不愿意自己人好呢？张老板明白，
跟日本人硬碰，要吃亏点。嗯，谢谢。对不起，宗先生，这件事我们回去商量商量，再给您回信。张老板，价钱方面我们还可以商量。我后天听你的回音了。好好。好。伯韩，爹手头宽裕，你求求爹帮我父亲个忙吧。你知道爹这个人，让他拿出钱来不容易啊。爹要不帮一手，我父亲眼看就要破产了，我看着他真难受。景炫，找爹去。爹，你想妥了没有？楠楠，卖场吧。我不甘心，不卖吧，日本人看中了，这就算是掐上咱们的脖子了。爹，我有个主意，索性好好干一下，我们替岳父还了债，把他的厂盘下来。办厂？是啊，这花不了多少钱，岳父的厂设备很好，是个好机会，再说也帮了亲戚的忙啊。不行吧，你岳父不就是个榜样？据我看，岳父不是个内行，他经营的办法不够多的。孩子，可是我们不能跟外国人拼呐。爹，你想过没有，日本人为什么要买咱们这个牌子？爱国牌为什么吃香？中国人要用国货，这就是力量。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办的厂，只要我们能够自产自销，就能跟外国人竞争的。给我一支香烟。也许你的主意是对的，爹。可是你要永远的记住，这是在黑海洋里行船，随时都要防着风浪。我明白，爹。你知道不？我到上海来当学徒的时候，是光着身带着铺盖卷来的。唉，吃辛吃苦这几十年，才撑起了这点家业。我当初送你出洋的时候，也就是为了让你翅膀长硬了，有朝一日好接替我。我老了，不能不为你们打算。老二，人不够机灵，可是在我身边磨练了这些个年，管管家是靠得住的。大年做买卖是一把好手，对厂也是赤胆忠心的。妹妹跟大年是不是有点意思？去年春天他刚死了老婆，身边就剩下一个男孩子。要是把你妹妹许给了他，亲上加亲，这样办起厂来不是更牢靠了吗？那您问过妹妹没有？你找谁呀？
爹有话要跟你说。爹，这个爹想问你，你觉得大年表哥这个人怎么样？你要是觉着合得来，你跟爹说嘛，怕什么？我随便。你们在这谈什么呀？我们在谈办厂的事情呢。啊，我们想把岳父的厂盘下来，自己来办，你看怎么样？你说呢？好啊，这太好了。真的伤怎么样了？还没好呢。好好好，就这样吧。以后我们再找时间再缝头啊。好。哎，经理，高档棉花快用完了，赶快想办法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经理在这儿。你您判断一下吧。您给我们看看。您看，这明明是他们织布车间织的细密不均匀的问题嘛。这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他们细纱今天纱有粗有细，有松有紧。就是神仙也没办法。你们都推得干净，你说说你温度是怎么样处理的？你等一等啊。哎，温度检查过了，和你们呢？这明明是我看这是你们操作的，你们吧。工人派来代表跟我提出两个条件，第一要我们按时发工资，第二工资的一半要折合银元发给他，不答应就要罢工。那带头闹事的工人是谁啊？不就是老屈的儿子屈海生。浑身湿湿的，脏了您的手了吧？少废话，滚你妈！连工钱都发不出，还开什么厂？舅舅，海生哥的手又化脓了，身上还有钱吧？我去买点药。启程，就这点。老徐，开门啊！崩了你头了！哎，你这是，你真是要找死！回来吧。请美国大班吃饭呢。是啊，
先上楼坐一会儿吧。啊。大哥。嗯。老二呢？在厂里吧。没有啊，我刚给他打过电话呀。怎么？你们两口子又怎么了？你们看看老二这个人，说好了陪我看第二场出水芙蓉，到现在还不见个人影。哎呀，他恐怕……哎，你可别瞒着我啊！老二这几天在外头到底搞些什么呀？啊、你看好了、哦。好好好好。哎，爸爸，好好好，你们这是大势迈进的啊！哎，好，行情看涨了。好好好。姑姑，这个给你，谢谢你啊。爸爸，嗯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哦，什么呀？你闭上眼睛。什么呀？你闭上眼睛吧。好好好。别看啊，就好，就好啊。怎么样？好了吧？就好。哎呀，珍珍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哎，哎，不许动！人家抢购这些东西可不容易呢，就跟打仗一样的。哎，你们看。成绩不坏吧？好，不错，你这孩子你，不坏呀！哎呦，妈妈，谢谢你给我收起来。快开饭了，你还上哪儿去？今天晚上几个同学聚餐，在百乐门开 party。哦，再见，舅妈。妈，我走了。嗯。大年，嗯，我先回去了。忙什么？婉欣，不来四川吗？不了，我不在家，毛毛就不好好吃饭呢。大哥，嗯，我回去了。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我顺便送你回去。你还出去啊？哎，今天晚上七点半有个饭局，请美丽洋行的美国大班。是你请客？啊，是伯韩请客。由中华沙场邓经理出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跟美国洋行打起交道来了？哎，最近我们厂里原料很困难，要是能跟美国洋行赊批棉花呀，那就有办法。大哥，嗯，今天开除曲海神的事，工人挺不服气，哦，说咱们刻薄，你看。曲海生，行了。海生哥，嗯，你看，哎，快给我。怎么？舅舅，海生哥一个人在家里挺闷的。就让他抽一根嘛。海生，这太气人了，老板说你的假期已经满了，还不去上班，把你给开除了。什么？太欺负人了，为了替老板卖命，手指头都压断了，眼看就成了残废，来个开除出场，这是明摆着的事，还不是今天我们提出的条件，老板知道是海生带头的。爹，您上哪儿去啊？去找张经理去。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儿子的。英弟，舅舅，舅舅，别去，咱们犯不着求人家。爹，爹，找他也没用，老板是不会跟咱们讲交情的。不不，爹。哎，老邓啊，嗯，怎么客人还没来呀？快了吧？哦，我还听你家约了一位客人，美丽洋行新来的一位买办，姓宗的，我也刚认识。此人和宋家有关系。哦，另外还在行政院救济总署担任要职，很吃得开。那好啊。怎么？
竟然丢了。是，怎么搞的？嘿，客人来了，你们别打了。哎呀，兰姐，你好啊！啊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大班因为有要紧的事来不了了。啊、哦，您来了一样，您来了一样。今天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客人。哦，欢迎欢迎，我们大名鼎鼎的兰西小姐。哦，兰西小姐，久仰久仰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美丽洋行的买办宗一春先生，这位就是。啊、哦，认识认识，我们老朋友了。是是是，宗先生。哎呀，我们真有缘，又见面了。是啊，真高兴又看见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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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伯韩兄，这十几年你的事业很发达、啊、哪里哪里，谈不上啊。抗战八年能留下这块招牌就算不错的了。哦，呵呵，我都忘了，大光明纺织厂是在爱国牌上起的家。可是近年来纺织业靠美元棉花赚的钱也不少了吧。宗先生，没想到您对我们纺织业还是那么关心啊。自己人嘛，人生何处不相逢啊。老钟真讨厌，你们这打的是什么哑谜呀、啊、I'm sorry Lancy， 别生气，回头我陪你打牌。林弟，还有烟吗？还难过呢。算了吧，日子还长着呢，这笔账总有一天要算的。忘了告诉你了，苏北有人带信来要我去，我决定走了。什么时候？你的手还这样，怎么能走呢？你放心吧，到了那边自然会有办法的呀。我不在家，爹都靠你照应了。以后厂里有什么事情，你要多跟老焦商量商量。来，嗯，一老，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。眼前美金的结汇啊，非常困难。我们有些厂家，想向美丽洋行赊一批棉花，请你帮帮忙了啊。哎呀，行里没有这规矩。不过自己人嘛，总好商量啊。不知道是哪些厂家需要啊？比如我的中华了，伯韩的大光明了。伯韩兄是做的爱国牌，一向是提倡国货的，用美棉怕不太合适吧？啊？来，小姐。不过实在需要的话，以后再说吧。经理，大少爷，啊，老屈，坐吧。
张经理啊，海生他叫厂里给开除了，你也许还不知道吧？嗯，我知道。不，张经理，您不能这样做呀！我儿子的手都被机器给咬断了，您叫他往后怎么办呢？叫他拿什么来挣饭吃呢？我就是那么个儿子，张经理。我替你们家干了二十多年了。老太爷开店的时候，我就跟着他了。我明白你啊，老屈。可你儿子很不讲交情，他不像你。工人闹事，总是他在背后捣鬼。大少爷，留下他吧。给他干什么活都成啊。哎呀，那办不到啊，老屈。大少爷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的份上。哎呀，老曲啊，你怎么那么不明白呀？要是我用了像你儿子那样的人，我的厂还开不开了？好好好，我可以给你钱，3个月的遣散费，可不要随便对别人说啊。不，我不要钱，我来这儿都是瞒着我儿子的。您说的对呀，他是不像我呀。那我就没有办法。老陈，送老七出去。至少得给我九龙族花布12箱。好，林先生，说好了啊，我那9箱一定要请您帮帮忙啊。好好，一定一定，我给你们想办法啊。我跟经理商量一下，知道了。哎呀，我们摊子大呀，忙吧忙吧啊。票子就开过来。好好。伯韩。喂。什么？德富 RS 燃料还看涨？哎呀，今天客户逼得很紧呢，看样子非开50箱不可呀。好好好，有售有售。这客户嘛，总是要应酬一下的。哎，你叫他们先等一等吧。啊，今天颜料的行情还看涨啊，我已经补进了一大批了，现在得赶紧去调点头寸啊。好吧。喂，喂，浙江兴业银行吗？嗯。赵乡里吗？啊，我伯韩呢。哎。哎，我马上有急用啊，想请你调点头寸。30万。不行啊，老兄，今天银根特别紧啊，要么你在上海要去想想办法看。好。大兴钱庄吗？怎么样，头寸弄到了？什么？哎喂，我是仲明啊。大哥，你马上到厂里来一趟。今天工资不发，工人就要关车不做了。什么？好好，你告诉他们放心吧，明天一定发。喂，不成啊，这话我跟他们说了好几遍了，还是你来解决一下啊。啊，我来也没有办法呀。你来吧，你来好一点。啊，好，我就来。再跟你们说一遍，这厂里并不是故意要拖欠工钱，这银根紧，没有办法呀。我这不是到处都在掉头寸的吗？明天，不知晚后天上午一定发，行了吧？不行，老是明天后天的。张经理，现在的钱是什么钱呢？
你老这样拖，工人吃亏得起吗？可大家死定在这儿也没用啊！我跟张经理有要紧的约会。哎，早过了点了，这也是为了厂里的事。厂里的困难你们知道吗？原料恐慌，电力不足，成品们又没有销路，有了销路也是赔老本，可公交电费、苛捐杂税，到时候都得拿出去。跟银行借款嘛，八九天的利息就是一倍，你们知道吗？工人都饿得肚子给你们干活，你知道吗？再等了呀，你先回家陪宋一春吃饭吧，啊，要好好的敷衍他。哎，厂里的事情可别告诉他。知道。真对不起，伯韩准是临时有了什么要紧的事了。自己人，不要紧。蓝小姐，要早知道，我们还可以多玩几圈呢。是。哎呀，一老，蓝小姐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哎，咱不忍大哥了，先请吧。啊。好，先请吧。请啊，先吃吧啊！好，哎，请吧，请吧，真抱歉，真抱歉，请吧，谢谢。这是什么时事？大家都明白。反正这个厂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了，遇到了大家都没有好处。古人不顶事儿，还是得老老实实拿出办法。工钱怎么办？配进米煤球怎么办？警备司令部有人来了。你就是张经理吧？嗯，我就是啊。我是警备司令部经济科的。我们得到了报告，你们厂做了许多犯法的事情。什么？你们私套外汇，拿纱布做黑市买卖，还有在市场上乱抛空纱，买空卖空，扰乱市面。你知道这叫什么罪名吗？先生，这也不能单凭您一句话吧？哼，你怕没证据？笑话。好吧，那么请你到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简直弄不明白了。政府还要不要我们办实业了？还给不给我们一条路走啊？瞧你急的。张经理，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，对吧？我这叫公事公办，没办法才来。嗯，那么先查一查账再说吧。嗯，好吧，请里边吧。蓝小姐，嗯，我给你当参谋。行啊。啊。呵。哎呀，当心要出大牌啊！
完了完了。哎呀，你们这牌怎么打的呀？是啊，最近厂里情况很困难，工人们正在闹事，所以这个我知道。你老兄也得打打主意才好啊。是啊。哎，于老啊，我自己做的那笔美棉得请您特别关照啊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来一个君子协定，往后你们厂里做美棉，你可以打上一股，我拿最好的价钱给你。不过厂里可要吃点亏，你是大光明的有功之臣，这个也说得过去。好，那么就这么着吧，请易老您来调派吧。啊，哎，伯韩怎么还不回来？他今天晚上怕不会回来了吧？怎么？上回你不是说过，伯韩刚做了一笔美会，是不是？那是，怎么？警备司令部没有人到你们厂里来过？什么？警备司令部？嗯。啊，对不起，易老，有点小事情拖住了。坐坐坐坐。你脸色很难看呐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们厂里做了5000包，今天了结。大概赚了50000美金呢。哦，那好啊，我刚破了点财。破了财？老弟，这个年头办工厂办个什么劲儿，吃力不讨好。是是，时局很坏，万一共产党来了，资产阶级你还想活啊？易老，你对美棉的行情是看涨还是看跌？当然看涨。我有个打算，想在美棉上试一下运气，数目们搞大一点。时局好转了，那不用说了，要不然的话也算是一笔逃难的本钱呢。啊，对，你这步棋走得对。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还在谈呢？哪来这么多的废话呀？练习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今天是个大赢家。你跟兰西搞的什么鬼呀？当我还不知道？这还不明白？我们不能让人家输钱呢。你们拍人家的马屁，我凭什么陪着输钱呢？哎呀，何必这么认真呢？哎，是多少钱？我给你啊。哎呀，你别挨着我。大头小头要不要？大头小头要不要啊？要要，快买都有啊。哪里？慢慢上高了啊，上高了啊，上了啊。大头要不？下来，大头有吧？小的也有，小的。大头，大头，大头，小的也有。大头小头都有啊。要不要快买？这件事咱们就算谈定了。这笔数目不小啊，对你来说还是很值得的。你看，我连飞机票都给你预备好了。下一步棋就看你的了。好吧，易老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78磅英。糟糕，涨了是不是？新华远期35分64磅英，米特林现货3毛1分81磅英，新华远期35分66磅英，米特林现货3毛1分84磅英。张经理又涨了。你看，刚才让你买你不买，多么好的机会，错过了。新华远期35分68磅英。米特林现货3毛1分87磅英。喂，啊，是我呀，啊，易老来电话，
告诉你啊，时局有好转的消息啊。啊，怎么时局有好转消息啊？易老啊，您看靠得住吗？自己人嘛，告诉他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要大量的买进呢、啊、是是，一定大量买进。您等等啊，伯韩。花远期$3.62，米特林现货$3.80，张经理跌了。怎么样啊？新华远期$3.05，米特林现货$3.78。买吧。12000包。16000包吧。嗯。喂，易老啊，我们要16000包啊。哎。哎，好啊，托付托付。是你要永远的记住，这是在黑海洋里行船，随时都要防着风浪。没什么。哎，哎，你怎么不弹琴了？来，啦啦啦啦啦。爸爸。嗯。你忘了？什么？后天。礼拜一、啊。哎呀，妈妈，你看，你忘了。后天是真正的生日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忘了我忘了。他想了好久了，要在喜临门开个 party。 不了，这两天外面很乱，就在家里开吧，把你的好朋友都请来，我们好好的乐一乐。嗯，外面的情形不对啊，路上一卡车一卡车的，尽是国民党的伤兵。哦，看样子上海早晚要完了，还是打主意走吧。哼，哎，说倒容易啊，走了厂怎么办呢？再说前天跟美利银行做那笔期货，把咱们能活动的全部资金都拼上去了。你还蒙在鼓里呢，老邓刚让我告诉你，说钟义春跟大年串通起来坑了你了。什么？那么现在美棉的行情怎么样？听说纽约市场已经起了大跌风了。去听听行情去。
心花远期，三毛六分四十磅，米特林现货，两毛五分六十四磅，还是往下跌。苗头不对呀、啊！要美丽洋行给纽约总行打个电报，了结了吧？不，等一等。珍珍，我爸爸已经决定到香港去了。哦，干什么去啊？他说在香港赚钱容易，可以过好日子。哦，怎么样？那舅舅到底去不去？我不知道。心花远期，三毛六分四十三 point， 米特林现货，两毛五分六十六 point。哎，期货涨了三个 point， 等等，也许还会涨。林岩，哎，这是我的好同学林岩。哦，跳舞去吧。我不会跳舞，没关系，你去好吧。心花远期，三毛六分三十二 point， 米特林现货，两毛五分五十三 point， 怎么又跌了？跌得厉害呀、快快给美联航打电话，通知纽约了结。喂，我又打了，跌停板了。几万美金都完了。快戒烟了，我先走了啊！快上楼去看看吧，明天我来看你啊。小姐，妈妈。
娘们在上面。你的秦哥哥回来了，快下来开门吧。一共只有四张飞机票，都在大哥那儿，咱们怎么走呢？走到我手里。什么？都像你那傻瓜，快点收拾吧。咱们真就撇下大哥他们，只顾自己走？哎呀，你还大哥大哥的呢，这是逃难呢，快点收拾吧。韩呐，这局面看样子是完了，你的主意到底打定了没有啊？你知道吧，宗一春前两天就飞了呀。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出去。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呢？滚。好，香港见。大哥，我们大哥大嫂，我跟仲明是来向你们辞行的。什么？你们要走？啊，这就到香港去啊。这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没法子呀。你们也早点来吧。二婶，你们这也太……算了，景轩。这样吧，你们把珍珍带走。爸爸。万一将来，不不，爸爸，爸爸，我不去啊，爸爸啊，珍珍，妈妈，景轩，放开，让珍珍走。不不，妈妈，不，景轩，让珍珍走。不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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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吧。
珍珍，妈妈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快点走吧，别误了时间。二少爷，二少奶奶，再见。我就回去了。看工人的干劲儿，产量还能往上提呀、啊！没想到共产党领导生产还真有一套。是啊，不过今天细沙间出来点岔子。什么？小事情，一个挡车工大着肚子干活昏过去。以后再发生这类事情，可得早一点告诉我。现在不比从前了，出了工伤事故，我们要检讨的。嗯，孙子啊，又乖又聪明，爹也疼，妈也疼，爷爷抱你爬到天上摘星星啊。海生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大概又到什么地方玩去了？哎，当了区委的工业部长啊，还是像个小孩似的。来一盘吧，海参。不不不，我还没吃晚饭呢。哎，小王同志，吃过晚饭你到我家来一趟啊。爹，给我爸的吧。哎呦，小儿子，哎，一天没见了啊。哎呀，哎，想我吗？啊，叫，叫爸爸，叫。哎。那不看我，吃饭了。吃饭喽。哟，今天吃螃蟹。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咱们坐一会儿吧。张伯伯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妈妈。哎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张伯伯，伯母，好，林岩。嚯，你们腰鼓练得可真积极呀、啊！下个星期三，我们团支部和解放军去联欢去。妈妈，啊、你也去看好不好？好，有空我一定去。珍珍，嗯，你看，嘉靖送你的照片。嗯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这谁呀？我表哥从香港寄来的，哦，是他呀！真奇怪，怎么和从前跟他玩的那么好？你们瞧，这阿变样了。爸爸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。走，今天怎么那么热闹啊？今天我们练腰鼓
呢。哦，好好好，坐坐坐。张伯伯，林岩来了。张伯伯，爸爸你累了吧？没什么。爸爸，你不看我们去练腰鼓？不了，你们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就来啊。张伯伯，再见。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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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伯伯，再见。妹妹忽然从香港来信了，你看看。说些什么？说你跟大年之间有误会，看在妹妹份上别介意。还说大年在香港开个金号，搞得很不好呢。看他们搞出什么名堂来吧，我总算运气，没让他们搞垮。这回啊，我要把我们的厂好好的发展一下，让大年他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办厂的。不得昨夜灯花旁，今日里喜鹊叫烟枪，过道是大火从天降，鬼客临门捣我状。谈判正宗啊！不敢不敢，来来来，这才是我们工商界的头等红卷呢啊！来来来，这个礼拜轮到我做东，我这个很简陋啊，大家尽心尽心。康兄，这倒是别有洞天啊！哎呀，我们的女主人是越来越漂亮了啊！来了，老邓也显得苗条的多了。别开玩笑了，说句正经的，还是我们伯韩兄的事业那是越来越发展了。大家发展，大家发展啊！是啊，这一方面是政府的照顾，另一方面呢，也是我们大伙能够同舟共济，这才能一帆风顺吗？啊，对，一帆风顺，一帆风顺，干杯！啊，大家请入座吧。坐坐坐，请请。最近又有一批加工金货款下来了。好啊，什么？什么？大好消息，最近。又有一批加工订货快要下来了哦！老邓的消息真灵通啊！咱们老邓的肚子里啊，真是满腹经纶呢。哎，诸位诸位，这一次新任务一下来呀，像我们小厂家成本高，分配的任务嘛又少，还要请各位大厂家们多照顾照顾嘞啊！那还不好办了，只要伯韩兄啊，在报价的时候照你们的标准。把成本加高一些，就解决了吗？啊！来坐吧，坐吧，啊！坐坐坐。我看呀，在轻工业这一方面呢，政府还是要依靠我们的呀！啊！是啊，这几年我们各位同行的事业都大有发展呢！啊，讲生产，讲办厂，这几年可以算是我们大家的黄金时代。真是大有可为啊！啊，来来，我建议，为我们大家的黄金时代干一杯。好，对，为我们大家的黄金时代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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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珠啊。你们厂里张伯韩有没有违法行为啊？没有才怪呢。你还没有睡啊？会开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很热烈，有些个工人。当场就揭发了很多资本家的五毒行为。
是得整整这股歪风啊。整吧，解放前憋着口气还没出呢，干脆把资本家厂没收算了。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，银弟？我想到哪儿去了？这笔账还没算呢。不算了，这样的账是算不完的。党的政策是要改造资本家，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。银弟，你要记住，你是个工人，胸襟不能那么窄，不然你就要犯错误。你们不认识吧？他是你们厂的工会委员沈银地同志。你们这可真热闹，我们今天过团日呢。哦，你们俩在这儿谈啊。来，咱们坐下谈吧。也许我来的不巧，会叫你心里不痛快。事情是这样，五反运动已经开始了，厂里发现你父亲有些五毒行为。什么？我爸爸？别着急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个团员，我一定叫我爸爸好好交代。爸爸，你好久没打网球了，我陪你去玩好吗？不了。爸爸，你就跟我去玩一会儿吧，啊？好吗？伯韩，就去玩一会儿吧，散散心也好啊。好好好。爸爸，今天报上关于五反的社论，你看了吗？看过了，今天早上还听了个报告呢。你怎么想？我吗？我是一向主张实事求是的，有吗就坦白，没有吗？那你到底有没有啊？爸爸，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在你面前摆着两条道路，就看你自己怎么选择了。怎么？你也教训起我来了？你放心吧，你爸不会叫你失望的。像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你们？嗯，来打球吧。
英弟同志，我们的问题都在厂里坦白了，你说还有什么呢？请你们想一想，今天厂里有这个局面是怎么来的？厂里最困难的时候，政府想尽办法支持你们，我们工人白天黑夜卖力气，哪怕地上一根沙一团棉花都不忘记拾起来。你们赚够了钱，可干了些什么对得起人的事？沈英帝同志，这几年来政府照顾我们，工人们支持我们，我们不是不知道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跟新社会有抵触，可能给国家带来了损失。不过我是一向拥护共产党，拥护人民政府的呀。这次五反运动嘛，我们当然是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政府号召的了。是啊，是啊。张经理，希望你的态度老老实实的。政府的五反主要是反调五都行为，让你们更好的奉公守法，把生产搞好。是啊，是啊。可是这次你们的交代和我们掌握的材料距离太远了。哦。比方说，厂里长期有计划的偷工减料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里面嘛，也许有些弊病，不过也是有账可查的，啊。早查过了。还有，厂里替政府加工订货，你们为什么按小厂的标准把成本提得那么高？哦，有这样的事啊。当然了，这些事儿是瞒不过我们工人的。张经理，张厂长，你们再仔细想想吧。政府对你们确实是宽大的，就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诚意了。好吧，我们也该走了。英弟同志，真叫人受不了。哼，什么叫反五毒啊？还不是为了要我们的厂？可不是。别伤着脑筋了，我们损失点钱算了。你懂什么？真垮了，往后还在不在这个社会上站脚了？这些个工人们，往后更要爬到咱们头上来了。你爸爸的思想不是一下子能打通的，别着急啊。你骗我，你答应我要好好坦白的，你怎么到现在还不老实啊？你说什么？解放了，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理想，看见了国家的前途，可你们就知道钱，为了钱什么都干。珍珍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呀？爸爸赚钱还不是为了你呀？为了我？我才不要你们剥下来的钱呢。只要不把坏名声留给我就行了。你再说一遍。不管你怎么挠我，我也要说，爸爸，你的行为不明誉，你连个守法的公民都不合格。伯涵，你会后悔的。珍珍。
是？珍珍跑了。怎么？快把他找回来！好，你打电话问问林岩。老陈，老陈，哎，于美春呢？喂，是林岩吗？文珍到你这儿来过没有？什么？没有来啊？怎么？哦，他不在那儿。有吗？没有啊。你怎么能忍心打他呢？也难怪珍珍呢，她在外头让人家指着脸说是不法资本家的女儿，心里怎么会不难受？啊，算了，就当我没生这女儿。你倒想得开，就为了钱，连女儿都不要了。现在好容易才算过上安逸日子。你何苦在钱上闹出这么些事情？你烦死了你！怎么样啊？啊！我想了一夜，我都想通了，啊！政府指给我一条光明大道，同业们也不断的指引我，我为什么不走呢？我为什么要让人叫我做不法资本家呢？啊！我坦白，我彻底坦白。你们倒好啊，这些日子一个种花，一个玩牌，多自在呀！哎呀，你还算什么命呢？怎么算那150亿的退款也得拿出去啊！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
告诉你大哥，是他坦白的，叫他一个人退好了，我们可管不着。二少爷，有人找。谁呀？厂里来的。啊，营地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请坐，请坐。增产节约委员会来了一封公函，最近你们也不到厂里去，所以我们特地送来。你看，增产节约委员会来的公函。这不会弄错吧？我们原来坦白的是150多亿，咱们现在政府核实的结果，只算我们20多亿了。张经理，恐怕那个时候你也以为政府是要你们的钱，所以你的交代不是实事求是的，有些不必要的也交代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政府当时不是为了要你们的厂。怎么我们还算是基本守法户？厂长，你忘了上次在劳资见面会上，银地同志不是代表工人说了吗？因为你们还能坦白，所以要求政府从宽处理。哦，银地同志。张经理，厂里生产有些问题要和你商量，你们有空还是到厂里来看看吧。好，好。总得想个办法，我们厂的产量老是赶不上人家。我看作为私营厂，这个产量已经到了顶点喽。3年了，连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大嫂，别净想着真真的，儿女都是假的，疼他们也是白疼。就拿我那几个孩子说吧，连老三那么个不丁点小东西，现在也是一套一套的教训我。可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啊！
妍，你看多少宝贝呀、啊！哎，在这儿坐会儿吧。哎，哎，队长让我给你的。你看，我劝过你多少回了，你怎么还不给家里去信呢？你这种做法不对。难道我不想他们吗？你看，哎，怎么不寄出去呢？你呀，真是个孩子。你不知道，剥削阶级这类字眼儿压在人身上有多沉。你不会明白的，你这种想法根本不对。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吗？人呐，没办法挑选自个儿的出身，可完全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道路啊。文征，你不了解我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？就像勘探队能找出地下的宝贝，我们的党能把所有人心里的宝贝都挖出来呀。资本家算什么呢？可以把他带进社会主义社会。怎么了？成了哑巴了？快把信寄出去吧。这两年来，我们厂的产量总是不稳定，政府的订货嘛也常常拖期。这样下去，无论对我们的国家，对我们的厂都是不利的。我们研究了一下，提出这样一个加速运转建议，请大家考虑吧。怎么样，大家谈谈啊？经理这个加速运转建议对提高生产、如期交货可以有很大的好处啊。张经理的生产热情是好的，可是不大结合实际。像我们厂吧，机器很旧，又从来不检修，安全问题一定要结合起来谈，不然是行不通的。拿织布机来说，就经常发生工伤事故。人家公司和银厂机器都有定期的检修制度，生产安全都搞得很好，可我们呢，老拖着。不要拿公司和银厂来比喻，还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考虑。我倒希望张经理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搞出个车间安全办法来。照大家这样说法，好像我们资方是只顾自己，不顾工人死活了。我是为了要让我们的厂在生产上赶上国家建设的需要，才这样提出的。这个建议本身对不对，大家可以批评了。既然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生产，那就更需要全面地考虑一些问题。照现在这样，只强调提高产量，这还是一种单纯追求利润的做法。放心吧，会全面考虑的。这样吧，我们不忙做全厂的推广，先试验一下。林立同志，你是个生产委员，带头先在你们小组试验一下，啊？大事了，沈营地试验你的计划，梭子飞出来受了重伤了。什么？
银迪同志，别害怕，就会好的。不要紧吧？要动了手术才能知道。你不认识啊？他就是银帝的爱人，区委工业部的曲部长。哦，太不幸了，曲部长，真是想不到的事情。早应该想到的，张经理。我知道你们这个厂，在这个厂里有多少工人流过血呀？可直到现在，安全设备还是很差。嗯，我要检讨的。我一，云弟，云弟，王伯伯，你安一点。云弟怎么了？你也在这儿？张经理，你得给我一句话呀！我替你们家干了一辈子活了，还有我的全家，我的儿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得陪我呀！老曲，我，你看看我这头的白头发，是为谁白的呀？我的儿媳妇是为谁流的血呀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得赔银爹的命，不不，你还得赔我儿子的手呢。爹，你是曲海生。从前你们厂里的磨车工，叫你们开除了的。张经理，不爱惜工人，这是天大的罪过。工人阶级是不计私仇的，可你们也应该记住这些教训。我该死啊！后悔是没有用的，旧的道路已经行不通了。我们还是向前看吧。哎呀，伯涵，你怎么又吹风了？哎，景轩，来来来，你看那边，你该吃药了。哎呀，我好了嘛。你，这大概又是哪个行业在庆祝公司合营吧？先别想这些了。你得好好的休息。哎，景轩呢？嗯。这几天我总在想，曲海生的话是对的，我们早晚得坐上社会主义这条船，恐怕这是唯一的出路了。嗯。你愁什么呢？到时候人家怎么走，我们也跟着怎么走嘛。可是我们这厂，你舍得吗？这点事业，是我们半生的心血。是啊。你也别着急，外头的事，反正有仲明在办呢。景轩，啊，你去给我拿点衣服来。怎么，你要出去啊？嗯，去找人谈谈。哎呀，你怎么能？哎，你去嘛。
姑太太他们都从香港回来了，在大客厅等着呢。舅舅，舅妈，舅舅，舅妈，哎，哎，嘉靖怎么没来呀？别提了。怎么？这可怜的孩子，到了香港就花天酒地的，净交些坏朋友。去年喝醉酒兜风翻了车，就这么糊里糊涂送了命。大年在香港跟宗玉春合伙做金子生意，最后都叫宗玉春这个坏东西给坑光了，弄得我们家败人亡。别提这个，这都怪我当初走错了一步路。现在呢，没别的，我还是请表弟来帮我的忙啊。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喽。是啊，这个我也知道。现在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吗？我还愿意回厂为表弟效劳啊。没那么容易，要看厂里工人同意不同意。表弟呀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。过去我为厂里也出过力，卖过命啊。别碰过去那些旧疮疤吧，大年。过去那些经验已经行不通了。20年来，我一直跟命运在斗。尝够了甜酸苦辣的滋味，而你呢，在香港也碰了个头破血流。这些个经验，难道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？是啊，这我以后得好好的学习呀。不过，好吧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公司合营的问题。哦，你的事以后再谈吧。啊，好。大哥，嗯，合营问题啊，嗯，这两天同业工会正在酝酿，是，我们怎么个打算呢？你看呢？从厂的发展来看，合营当然是好了，嗯，不过合营之后有许多具体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安排，所以啊，我跟老邓说了，我们厂暂时不考虑，先看看再说。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你就这几天你身体不是不大舒服吗？哎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跟老邓解释一下，让人看着我们死落后。大哥，子涵，你别着急啊，家里人先商量好了再说吧。我是想，这厂是爹辛苦一辈子留下来的，并且我们也花了半身的心血。哎，你当我不知道这些事情啊？这莫名其妙吗？什么？我大哥，这我倒也弄不明白了。公司合营不是说要自愿吗？那我觉得就是慢慢看看再说也没错呀。哎呀，你不懂啊，你懂。没用，你少说话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吵啊，这是一件大事啊，让你大哥好好的考虑考虑嘛。我相信伯涵是有办法的啊。管得着吗？哎，我这也是好意啊。大年，你多什么话呢？你又不是张家的人。嗨，婉欣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大家都自己人嘛。好了好了。
们这些人呢？你们想过没有？这往后打算怎么办呢？啊，死抱着这个厂不放，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出路啊？珍珍来信了，你看。念念，爸爸妈妈，三年前我不辞而别，你们还在怪我吧？请你们相信，我是永远爱着你们的。我总是盼望着你们生活得更有意义。我一直在勘探队工作，想不到吧，你们的小珍珍已经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。我能够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献出自己的力量，我感到骄傲和幸福。请不要惦记女文征。你们看看我们的小珍珍现在是怎么样了啊？我们呢？难道我们就愿意永远背着这个剥削阶级的臭名声，永远过着那种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吗？我们有能耐啊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呢？今晚上要玩个通宵，我去找他们去。对，好。